三峡五寮山哦，这个地带哦很特别，每次来哦两边都停满的车辆。啊，人家为什么来这边？哦，这边就是要爬山。哦，三峡区五寮尖山步道，哦，啊，它的导览图，可能是很漂亮哦，不然的话，哦，每次来都是哦都停满的车辆。哦，他这边有那个哦干妈店哦，旁边有一个咖啡厅，你看还有机车，都停机车的哦，汽车，都停得很长哦，对，他们这边叫做什么路？哦，叫做骏头哦。骏桃，哦，啊，这个是爬山步道，是从这边开始爬上去。哦，还蛮陡的哦。哦，哦，还有他那个是写往零线哦，还有五寮间哦。就要从这边爬上去，然后旁边就是人家住家哦。四面环山哦，不错。啊，对面就是溪了，哎，那个溪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，对。两边哦，都每次来都很多车子都停在路边，停很长。有跟你提醒哦，步道崎岖陡峭哦，且需连续攀爬，请自行评估体力状况哦，自己要有那个体力哦，才能够来挑战这个五寮尖山哦，登山步道口哦。啊，这嘛我已经到位啊，哦，这个龙山岩，龙山岩蝶顶馆，啊，这外口。吼，哦，广场吼，哎，哦，当停车。位下底驶起是讲，伊个路标是写两公里啊，两公里。啊，但我驶足久个，因为迄路拢是林道、产业道路，足细条个。哦，还有一个步道吼，哦，就是咱头拄啊，位个另外吼，哦，前山啊，咱这后山，哦，啊，原来是五寮吼，五寮间。哦，真无简单啦！遮深山安尼，啊嘛是有游客来遮，啊风景足水，哦，这整个是真的是世外桃源。啊，遮边啊，遮有一个叫做哦龙印，嘿，哦，遮清幽的，啊，比我伫顶悬，啊龙山岩。一个龙印，写龙印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不知道。哦，那个印啊啦，哦，那么头一次看到，哦，啊，这一个小山坡，哦，可以爬，哦。
啊，只有两条路，吼、哦，倒边倒边也一条，吼、哦，啊正边遐嘛一条路口，吼、哦，两条，吼、哦，甲咱啊爬起来看卖下者，吼、哦，啊就龙印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你看，啊这阵啊深山啦，嘛是有人住，吼、哦，这间啊阁是人会住，会厝呀，吼、哦，你看，吼、哦，遮好做无聊，嘿，无聊，山下无聊。边啊，这嘛拢山边，哦，啊，比较咧顶悬，嘿，哦，还是爬一个啊，哈。我头一遍来，我定来经过吼。哦。嘿啊，我驶过，嘿，无简单，遮尔啊好个所在。嘿啊，嘿，那过年，伊嘛樱花开个时，足水。安尼哦。嗯。我这若来到遮，小山车危险呢。哦，对啦，一半遮来有较易啊。嘿啊，路足细条。嘿。啊，这里都是林道哦，林道个产业道路，足细条个，啊，佫足狭个。哦，即讲叫做金龙王，吼，哎，金龙王啦，哎，啊，金龙王吼。菩萨、文殊公、祖师公、妈祖拢有。哦，祖师公啊，佮迄落妈祖吼，啊，文殊公嘛吼，啊，金龙王，哦，龙三年，哦，哦，啊，来到遮，大家拢会当保庇，大家拢平安，吼，哎，哎，哦。啊，边啊，这有啊吼。来这啉茶啊。吼、哦、吼、哦，谢谢，嘿。哦。啊，咱来这拢迄落就对啦吼。哎。微妙服务。哦，微妙服务啦吼，服务就对啦吼。好、哦，谢谢，嘿。哎，无简单有缘来个这吼。咱后壁遐有迄落圣水。哦，后壁圣水就对。吼吼。迄落圣水。安尼吼。啊，因来拢唔知通去行去这边啊来哦。后壁遐有三个路的啊。还佫三个路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哦，即马边啊，搁一个迄落龙神圣水。哇，龙宫，龙宫吼，保庇大家，哦，拢种平安。哦，我后壁搁这条山路呢。哦，遮啦，圣水就是遮。哦，那遮尔好个所在。哦，龙神圣水哈、哦，应求取用，请勿跨越洗手，谢谢配合。路细细条啊，呢吼，拢无人来行，要来到这嘛是无简单。哦，迄天然呢，我遐去无路啦，嘿。啊，咱自己家是迄落庙，我家主位，主位吼，哦，你家主位就对了。啊，我嘛姓黄啦。哦，安尼，咱就懂嘞。对啊，懂嘞嘿。啊，这两头，啊，这两条，这个是麒麟啊，这只凤，这拢天然的安尼，这只麒麟，伊这有呢，啊，这只凤伊个头高度过去安尼。哦，这个是安尼吼，吼。哦。啊，这较早上古早。无啥无起庙，都都是安尼拜这龙头安尼，哎，拜这龙。算讲龙头龙宫就对啊啦。龙宫就对。哦。啊，这龙宫要这龙哦，
伊只头都想要，伊要签字，或者弄要签字，伊只分数是第一边啊，爱个只翻头，可能伊要只签字，可能我。这个主意给咱介绍，拢但较早无这间庙嘛，对吧？吼，都干呢，都干呢，这个龙头啊，甲这个讲号做啥物？这麒麟甲凤。哦，麒麟甲凤就对啊啦，吼。哎呀。还有这圣水池。还有这个圣水池吼。这种天然的，不是人工开发的。啊，自古早到今嘛啦，都拢安尼就对啊。拢安尼，要这水哦。算讲后壁晚期都机会都好，以前晚期啊，要无伊只水拢安尼，保持拢有安尼，也南墙转水，伊只就算讲可能一种天然的，伊即个话都要冷热反缩啊，迄个安尼水伊个。啊，即马拢无落雨，噶嘛赶快弄水就对了吼。是拢安尼，你看，即马还久无落雨。因那是拢安尼，同款拢安尼就对，啊头前也无路啊就对。无头前无路，也下骹一困。哦，下骹搁一困了，啊伊敢会看会到？那看会到。看会到呀？好，我来个看卖。人因那胃痛来，哦，啊有只一困伫只，哎。人因那痛呢，是讲去看看做，即两公滴点单的饼。哦。哦，这嘛，这个一块就对了啦，吼。哦，迄主委讲要不带我去看龙珠啦，嘿啊，啊，伫个倒位？伫遮尔，吼。人啊，无只是摆有写龙珠，啊有，遐写一个龙珠。伊这啦是一个事实，讲，反正讲有个人来唔知影。嘿。我对这个位。啊，对啦。哦，对遮啦，哦对遮，我对吧，嗯。龙珠呢？伫内底吗？伫内底呀，哦，哦，好，谢谢，嗯，龙珠放伫个厝个内底啦，啊，有人唔知人哪会知讲叫龙珠，哇，真正龙珠啦，哎呀，是龙珠呢。要你们那个看表，伊只完全有龙啊，要有个神，你龙出片来看。啊有，啊这个是搁算讲搁定做的就对了啦。不是啦，这那不是定做的，这那是算讲吼，这个较早庙埕无够花，这个算讲你要做庙埕啊，就全呢，这砌起来，砌起来，啊，这饼啊，不是讲挑起起火，这那就算讲一般都啊饼啊抹抹一下。啊，甲抹抹的尔就对了啦，甲抹较精髓安尼。啊，抹较精髓，也这段呢。主人，你看那一团星星啊，我的话，这龙头的嘛。啊，对。龙头要这佛座上还拢有。哦，拢有了对哇，哦，佛座上拢有了。你这个看别的，你用手机安个个录，你个看都拢。啊，有，这龙的形体拢有出来。有。哦，啊，佮龙的喙齿哦，哦。对。你。啊，伊个硬币啦。伊个硬币，印出来，嘿，叫做硬。印出来，硬币。这拢天然的，伊个。哦，这天然的。伊个天然，伊个印出来。对啊。这是讲，像人个讲，去用画的，去用做的。无。这拢无，这拢种的。无，这天然的，这参照这币的印出来有无吼？对啊。哦，这观音佛祖啊，啥物迄个龙吼，这拢有。哎，这真正的。你真正，老鸟啊，老鹿啊，有鸟啊，鹿啊，青啊，啥虎把狮，迄拢有，嘿啊，哦，真正咧天然的奇景，嘿。这种咧，真少过，真少会当看到这款咧。这款咧，这有诶庙是有诶嘛无爱无爱用看啊，有诶拢嘛闭起来，拢嘛无要用看，这敢那三宝咧啊。你看人呢？对，可能还上好是大家知影，可能对啦，可能伊这灵感、阳光的灵感，对，天性啊。啊好，谢谢你哦，感谢，好，谢谢。这妈祖庙啦，啊你来看麦，下底遐啦，搭起啊，啊这气敢那人大所在，啊这叫做福天宫哦。天上圣庙，圣庙这就是妈祖。
啊，这个福天宫吼，啊，这有，有迄两三年我有去，嘿，拄好去二十个落来，啊，伊只一个迄个，哦，这个算龙泉水啦，嗯，这真热啊，源源不断吼，温泉水。哦，那个是天然的哦，现在都没有下雨，还有源源的哦的龙泉水，哎，啊，这路真正哦，细细只爬起来哦，啊，这个叫龙福天宫哦，妈祖，哎，天上圣庙啊，马昭娘娘。啊，这里就是，放到柜子里藏起来了，盖上就看不到了。哦，天上圣母哈，众神爷，众神明哈。保佑大家哈，国泰民安哈。
算了，不能吧。压着空档去。
前程哈，十路哈，啊，要哪爬去就是为家哈，啊嘞，
即马在学呀，哦，哎呀，在学呀。啊嘞哦，哇，这阿妈嘞，啊后边在哼你音嘞啊，后边在哼，在竹笋哼。我前两天阿妈再来吃，老经过那个尾，那个竹笋好吃啊，哎。我咧去到迄个三甲，吼、哦，万里岩那边咧。啊，即马到盛产期，哎，那落来路边吼，那看到三甲尾。真大片嘞，吼、哦！啊，各用包的，唔知啥物，吼、哦！啊，规个山拢因嘞，所以吼，那做山无卖吼，拢老的安尼，哇，真好，真竹笋哦。够个翕住。啊，我几斤偌济？八个。哦，一斤百五嘞哦。还算一半哦。哦。嘛百八。哦，啊嘛百八嘞。对啊，嘛百八百五。哦，即马只圣诞出来较贵啦。哦，八到十块。哦，八到十块哦。哦。100。哦，安尼哦。哦。iPhone。哦，算起来啦，哎呀。伊遮住一个转桥吼，搭一挂阿弟啊，若骑车较食点，有当啊拢会点个食油粉。我了看头前个，迄就是番麦粽。玉米啦，那个是玉米。专工去买竹笋，啊，大多就是为这条路，哦，稻田这条路，对，哎，华山步道，哎，啊，龙山岩，啊，它规路嘛拢在卖啦。
啊，对家落皮就是万里的盐，哦，正品家万落皮就是啊。哦，对这条路万落皮就是啊。边遐就是哦，阿多阿介绍的哦，聊天步道哦，豆饼那条哦，哦，再阿个再来进山哦，哦，你话足济人拢来进车，哦，你话哦，进到后边遐去的，啊，规抓人拢来进车，啊，就是要去爬迄个聊天山，啊，咱阿多直接从西加龙山园去。哦这个就是大爆丝，哦，三甲头前只这个大爆丝，哎，啊，这吼，咧较早人拢来只烤肉啦、烧水啦，
哦，啊，逐年都拢去互流流去的，哦，就是遮大堡溪，哦，三峡大堡溪。并查通过听筒管弦乐。